来来来，一楼一排，一楼一直在等人，等人加他的样子，都没有人去。OK OK， 我就不信九十等再拿到钱。太搞笑了 ，AI， 不要逼我。等我一下哦，等我一下哦。九十等哦，九十等。哎、欸，我开的是八十吗？八十，开八十。哦，开错了。八十，哎，应该可以，我可以带那个黑色的。来吧。有要这么硬吗？你可以换回本尊了。等我一下，我去。强化攻击看看。好，我来带暗黑水晶。那么硬邦邦。十五，五十五。九八，八十九。八十九，八十九，应该可以。九十等的，不知道有没有一百哎。有一百，然后我加二珠的话就是九十九。一定有一百啊，他后面还有关他。那你们还要再打那个八级师吗？你确定？打完可能我们都没办法过关的那一种。确定？我是觉得八级师不会掉什么好东西，主要还是武器吧，所以就直接刷王就好。还是你们有很想要某一个饰品吗？我刚刚看他的饰品好像都还好。没看，没有，那只是想说拿看看而已。对啊，我也是想说拿看看，可是我去看他那个掉落表，感觉真的还好。哎、欸，已经一个小时了，难道他还没九十二等的战士？哎、欸，哦九二，对啊，他瞬间升级了。没有啊，这是另外一个人。等等，路人呢、啊？路人。对啊，所以进换还要打吗？你们可以先打。他是负责去开宝箱。我们先打嘛，好，那出发吧。先点点三万的，啊不是。啊，随便。怎么了？你们可以先下去领个三万二。我们刚刚已经，我们刚刚一开始多少？两万二嘛，然后之后两万八，再三万二。那就是三万六啊。对，两万二，两万八，三万二。我不信，我们再来。可是战士表示他要开宝箱，是吗？然后危险了。哈哈哈，这个九十二等啊，开宝箱的战士了，确定了。所以他带的是幸运之刀吗？人生幸运奖。哦呦呦呦呦，换人拿了，换人拿了，换人了，走啊！我决定我走反方向，搞不好就变别人拿钥匙了。他的意思是什么？我其实有点不太懂。谁的意思？哇！怎么突然这边变怪物了？感觉怎么好像戳不太动的感觉。哦，我是 PIE 啊，我怎么会戳动？哟，那一只掉下来了，可怕！战士，我战士会飘哎、欸，有看错？正常啊，他不一定是那个。无力之界，感觉比较好。左上角拿了吗？没有。我们上不去啊。哦。哦。哦，差一下我就要死了。那么兴奋。哎、欸，被拿走了。我靠！我怎么觉得我会被插死？哎、欸，我不敢上。
赶快用你们魔法扫他！我在用了，干好痛哦，那个东西好痛哦。忍者在那边很痛苦啊，一次只能打一只，跟智障一样。连那一只战士都会扣血了，更何况我们。人家九十二等欸，高级战士。九十二等都还会扣血、啊。他可能不是玩体的、啊，他全部加行云。对啊。啊，我先说。善良之枪。哎、欸，是直接打左边的左二、喔。哇靠，他是要直冲就对了。他也在玩无敌反强术吗？你要虚啊！哎，又开始蹲了 ，fuck。哎、欸，对，很卡。这个，哎、欸，左边不是吗？啊？左边还右边？左边啊。左边。靠，左边的。哎！什么东西？很痛啊、哦！什么东西？很痛，很痛，对不对？什么东西？左边，我、哦、靠！这个超痛的。我们是不是在挑战极限？我不应该带那个加攻击的，超白痴的。真的。你如果带那个什么再生回复，对你的补血会有用吗？有用。我带那个的话，两倍的话，你们会回的比较快。快，麻痹也快。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这个怎么那么难按？哪个？没有，太延迟，整个人都卡住了。直接一。是要九弟，他就要进去闯，直接闯。我干掉他，我干掉他。没有，他就要等待同伴了。快补血，快补血！我没办法换武器啊，该死！哎、欸，有食物！哎、欸、有！好可怕，这在玩什么？直接走啊！他怎么过去啊？等等，直接撞啊！你没看到没清怪、啊？他直接撞那个啊！快啊！他是要打巴西斯的样子吧？所以我们要陪他一起，好啦。任性的战士，我要赶快来，先来回血，太白痴了。嘿，没有，他可能也以为我们要打，可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打不赢。我 PIE 对那个马奇斯没用哦。PIE 对马奇斯没用哦。扣不多，应该印象中了。好挂啦。好痛啊！一哭，印象中扣不多啊，很补，我觉得可以。好了，对啊，扣八级。那我们就在那边清怪吧。哎、欸啊，那最上面要走去哪里？要拿什么的、啊？看一下、喔。哇，这样都被点到。哦、为什么越上去越卡？我、哦、靠！有小子的一皮鸟，哎、欸，他走了。靠！哎、欸，右边第二个右下角，第二个右心。哎、欸，他直接敲了，你要赶快下去啊！不是啊，为什么这边还有小子的没清？哎、欸，啊，你们下来，你们下来干嘛？没有，他要开宝箱啊。哦。哦，好困啊，快按 P 啊，同学们！快啊，我快要被冻死了！哈哈哈！干到好难玩了，是什么游戏？然后我们可能要先跳过去吧。不用，三人。哦，他。还有伤害？有啊。还有。还要干嘛？啊靠！啊，完了！我们要被电死了。太钝了，有点难操控。我、啊、靠！我直接被是烤死，盖太废了。我觉得我们打不赢，要靠他烤啊。哦，晕眩了，晕的。他要干嘛？扔。
他已经今天要把他引走了。在我这兒。你不要吵，跑过来呀、啊！那个毒靠着你的。哇，这冰块，哦，还行，他挡。就躺了。冷。怎么办？我觉得我们要死啊！我觉得他盾开的不是很好，他也没磨。头在我这兒，不要过来哦。哎靠！他反方向那个用错。欸、他要插着了。哦。对啊，头一直在我这里干嘛 ？No！ 哎呀！我怎么被电到了？我躺久一点，靠着死吗？感觉这血量有点尴尬，他会掉宝珠吧？啊！掉！有了。那、啊、就看他会不会开盾了、啊。结果他等下不开，不开给你看。我们还有外面的要打，你知道吗？有他开了，三二七。我完全不想出去。那个火球打不到巴西斯，这是太白痴了吧？那个位置砸不到他，而且我只有600，要砸到什么时候？没事，我正在努力。太白痴，完全都是白痴哎！我们是不是剩一条命还是两条命？两条而已，还有两条，两条，恭喜各位！先别恭喜，等一下那只打不打这赢都不晓得呢。恭喜各位，等一下就是只两次就G了，这个游戏我们就结束了。而且下一个应该很难打，我看一下。别人任性的，很死。而且我觉得我应该没办法救、欸，因为会死很快、欸。他表示他要帮忙开宝箱，也就是说，那给他开，给他开，妈，先打得赢再说。他就是叫我们撑输出的意思吧？嗯，对啊。疯的嘛？谁呀？哇！没有，恶心呢。因为这个要跳。混乱有点烦。龙卷风。不是啊，都不出来了。龙，你的血量有点危险。他挡不住他的冲，还是挡得住啊？我刚刚看到王退回去，又退回来。还没有 DP， 也没 DP， 我就不能射了。不是，你还是不要死了，魔女。哦，还好。1400，打他有1400，惨了！冷静，我们撑住。不要魔女，你又瞬间又满血，让我好疑惑。嗑药，我直接打开界面开药啊！撑住，有希望，尽量别死就。这战士从头到尾蛮邪，他会挡啊，所以他才想说为什么没有人要靠近他啊。我中标了，哦，我会死了，按错啦。我被混乱搞得有点尴尬，算了，我吃个药。我需要 DP。
哎呀，龙珠哎，他不会掉龙珠。他有尽量遇到网哎。我们刚刚不是说不会掉龙珠？上一场、上上一场都没掉。啊！我要开了，我要开了。哇！碎啦！刚好没魔放龙刺，剩一滴。1300。哎，真刺激！谁开的？为什么又是36000？开的。32000变36000。我不玩了，这游戏还是这个地方只会掉钱。对，还是这个地方只会掉钱。你们老实说，我不知道，这个地方只会掉钱就对了。有点哀伤，我不知道讲什么，疯狂的掉钱。天哪，世界！一把武器都不掉，太搞笑了！你掉钱 ？OK， 90等的。